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智慧型手机年代，几乎所有人都养成了机不离身，随时都要滑一下手机的习惯。不过随着手机荧幕变得越来越大，想要单手滑手机的话，势必要用小拇指来支撑手机下方，长时间下来容易造成手指、手腕的压力和负担。不久前就有位日本网友分享了一个有趣的小发明，能够让大家单手玩手机时变得更加轻松无负担。实心向下三角这款就是低头族专用的指套，看似简单，其实暗藏大大的设计巧思，不知道聪明的大家是不是已经能看出了它的秘密在哪里，该如何使用呢？实心向下三角再给一个小提示，使用方法非常简单，只要将这个指套挂在无名指和小拇指上，就可以开始使用了。实心向下三角原来指套上的勾勾，就可以用来代替小拇指支撑在手机下方，让大家在单手玩手机时将小拇指受的压力平均分散给小拇指和无名指，更加省力便利无负担，小拇指再也不会喊酸酸啦。许多网友看完之后纷纷留言表示设计真的很方便实用，太好了，不用再拿着很重的手机，大荧幕手机真的很需要这么实用的东西，看了真的好想要一个，而且感觉也可以加一点帅帅的设计造型，让人用起来兼具好看，跪求量产啊。